就是在诵念的时候呢，一开始会有一些这个意念不太集中、不太专心，这个没关系啊，只要我们心进到啊，要有这样足够的念的时间啊，佛菩萨是理解我们的啊。那经过更长期的修行呢，就是我们的意念、我们的定力啊，就会更稳定啊。刚开始。 做功诵念的时候，会是这样，就是杂念妄想比较多，但是啊，效果还是会出来的。嗯，这个宵夜这个部分，这不是我们自己念造成，是我们通过诵念，发出我们真诚祈请的心啊，那佛菩萨、地藏王菩萨帮我们消除。啊，在关键时候。 啊，念几句地藏王菩萨名号或者咒语，啊，直传达到地藏王菩萨的心里去，啊，把我们的恶业就消除了，啊，这个一切就顺畅了，啊，呃，所有的美好的愿望都能达成，啊，无论是健康方面，啊，事业的，啊，情感的，啊，学业的。 哎、嗯，都能达成，啊，找好工作的也都能达成，只要你的真心发出来，就没有了障碍。